口，你要吗？妈，来，帮我拿一下，谢谢。漱口，好的，我去喂一下。为什么要漱口？那个饮水机看起来蛮酷的，你看那个饮水机看起来很酷。要干嘛啦？偷东西啊！饮水机看起来更好玩。他跟妈妈一样，要乱插，然后就开始哔哔哔哔哔哔。